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上一睡醒全身都很痒。哎，你的床啊有没有清除这个尘螨呢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尘螨对于我们人体有很多的危害的？我有定时换床单啊，应该不会有吧？这个我就不确定了，不如待会呢我们就请教专家到底应该如何预防和清除尘螨吧。